大家在主里平安，感谢赞美主。现在西方呢，也就是进入了10月11号啊，现在我们这边是过了半夜1点23分，那东方是中午1点23分。那昨天呢，就是我受洗的41年周年纪念啊，41年了。受洗啊，用水的受洗已经41年了，所以非常感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啊，每一天都是越来越近回家的日子啊。那其实我本来今天非常非常希望今天的 Journal Page 能够出来，但是突然间又有新的启示呢。新的启示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几天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非常非常的累啊。这几天里头都是一直走上楼梯啊，解码又解码，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。但是我们后面呢 ，OK， 已经走过几个台阶。这几天里面 ，OK， 起初大家知道上个月吧，就是讲到是11月15号，然后又下楼梯，上还是下，我都不分清楚了啊，然后变成11月15、16号。然后呢，就到11月5号、6号，5号、6号之后呢，又加13天，就是11月18、19号。那18、19号再加20天，又再上一个楼梯了哈，20天就变成12月8号、9号。那8号、9号呢，还有些我们还没有解码的。OK， 那今天啊，刚才10点多就看到另外一个意象，就回去更深的做功课，就得到答案了哈。那也就是我们要找半个月够了，怎么半个月够了？应该是我看到的意象，红色的4、14，还有银白色的14、4啊。也就是西方应该是12月14号回家，那东方呢，也就是12月15号回家。那时候呢，跟我也先给大家照片，大家看了，你就说莉莉啊，前几年不是有讲到这个吗？就是烛台啊，那以色列人庆祝光明节，光明节叫做哈努卡啊，哈努卡，这哈努卡呢，就是光明节。啊，如果没错，他的故事是在啊那个圣殿被倒塌了哈，哎，然后呢，那个他们去找那个蜡烛，他的蜡烛每天都要点的哈，然后没有油啦，只剩下一点点油，但是他就点在那边，过了几天回来，他的油还是有，其实每天都回来都有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大乱了，没有油哈，但是他的油就是不会消失。一直有油，一直有油，好像到第8天，所以呢，这个节日是庆祝8天的节日啊。然后，8天，然后他们点蜡烛，点8个蜡烛，一天点1根蜡烛，然后中间一根呢，就是代表主耶稣。那我在两年前吧 ，OK， 是不是两三年前啊？看到就是这个哈努克，就是这个烛台哈，那烛台是蓝色的，真的很漂亮的蓝色，然后就是一排这样哈，然后东方的4只就走到西方，西方的4只就走到东方 ，OK， 那其实这样也就是44，对不对？现在才到我的头脑，44也是，所以为什么一直看到11、11，就是11月1号开始。到第44天，也就是12月14号，那东方就是15号。其实我这边写的都没有写这个，就是我现在在讲的时候就到我的头脑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还没有之前要介绍给大家，今天啊让大家来跟着这首歌，就是诗篇142篇第5节到第7节，向神哀求，向神哀求，这些时候都是我们要哀求神啊，是给耶路撒人，是给以色列，还有菲律宾叫做怎样讲
Palestine 人哈、哦、平安，对不对？找这个战争快快停止哈、哦，因为双方都是在炸平民哈、哦。当然在军兵方面还有都有打仗，但是很多平民死掉，很多小孩子 baby 死掉，真的太凄惨。我也不敢听太多，我只知道一点点就好了，真的太痛苦哈、哦。因为我的眼睛不能够流泪，流泪我就整糟糕了。啊，我已经到极点了哈，不能够再流眼泪了。好，那第二个视频就是每一日天凉，这边是说只见耶稣。我们最重要的是仰望着主耶稣，我们要见的就是主耶稣，有没有？其实只见主耶稣这个意象哈，也有看到，好像是几个月前，我们仰望主耶稣，我们想要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哈。然后另外一个10月10号，也就是昨天啊，昨天啊，我受洗是10月10号，然后讲到禁食祷告，也就是。到圣经节是在尼叫做什么了？华语的它的名字叫做尼希米亚 ，OK， 尼希米亚第一章里头，它是怎样的祷告呢？哀求主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快快进入这个经文哈。那今天要记得永远的感恩，永远走正义路，永远仰望着主耶稣，还有准备三件礼物。谢谢 Kelvin 弟兄 ，OK， 把信息 upload 在 YouTube 里头，神给我们的 YouTube 叫做 Perfect Trinity Blessing。那好，我们进入尼希米的祷告。那以下呢，就是尼希米继续的哈，他讲波斯王呢亚打鼻息20年 ，OK， 七其流月，我在苏红城里。啊，从犹大来了我们的一个弟兄，名叫哈拿尼，跟一些人，就是他们被流亡外地的哈，流亡外地就是Excel 是吗？叫做 Excel 外地的哈，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不能够回来的那一种了。当时有些人都死掉了，有些就归回了，回来耶路撒冷。他们回答说，那这个尼希米他就问他们了，情况怎样了 ？OK， 他们就回答他说，大概归回犹太族民跟耶路撒冷的情况，应该是这个尼希米他还在那边还没有回，但是有些回去又回到又回去。他们被 exile 流亡之地吧，然后他们就回答说，那些从流亡之地归回犹大省的人哈，他们很苦，经过很难的日子哈，饥饿受吃，侮辱受吃，凌迟哈，然后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倒塌了，耶路撒冷的城倒塌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给以色列人哦，那城门也被烧灭了。就想正现在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要记得祷告哈，记得祷告。就算我们回家的日子很近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还是要祷告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施恩哦。好，第四节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就坐下来痛哭了，悲伤了好几天。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说什么呢？天上的上帝耶和华，你是伟大而可畏的上帝，我向爱你 ，OK， 守你诫命的人守约 ，OK， 是慈爱。第六节，仆人在你面前，就是你心里讲说，我在你面前昼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祷告，求你定眼查看。侧耳垂听，求神听他的祷告，当然也听我们的祷告，对不对？我承认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知道以色列人犯了很大的罪，以及我跟我的家人都犯罪啦，我们行事败坏，所以这边是要谦卑，我们就是要谦卑，不能够说哎呀只有以色列人犯罪，我们没有犯罪，不行的，我们自己常常都犯罪 OK。 好啊，
第七节，你说我没有头没有抢什么犯罪？哎呀，大家你的思想想错就是也是犯罪啊、哦。那你怎样讲？赞成这些同性恋这些就是大大的犯罪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千万不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啊，既然他们做错事了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很难去跟他们讲就祷告了，能够跟他讲就跟他讲，有时候真的非常难，但是尤其是发生在西方国家，中东这这是以色列的国家这些哈，你哪里能够跟他们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为他们祷告哈。好，第七节，我们行事败坏，没有遵守你是给你仆人摩西的诫命，说没有事情摩西你派给摩西的诫命啊，还有律例跟典章啊，给、okay, 没有好好的遵守神的神的诫命啊。那第八节，求你上帝耶和华顾念你对你的仆人摩西所说的话。OK, 如果你们那上帝跟摩西还有那些人讲说，如果你们不忠，我必把你们驱散到列邦中。OK,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要在列邦中哈、啊。但如果你们转向我，假设昨天读诗篇107篇，当你们悔改的时候 ，OK, 神说我一定遵守我的诫命，即使你们流落天涯，就是到世界各地流亡啊，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召集到我，所以我必把你们从世界各个角落啊召回来 ，OK, 作为我的选民，在我的名之下所在之地啊，所以就是这一次背题，我们一定全部准备好的哈，要记得跟随着神的诫命啊。当然有时候很多方面都犯罪啦，但是要知道你就是尽你的能力啦，然后每一天也祝福你的家人哈，他们也在神的名下 OK 走正一路，好不好？那有时候你觉得真的太难太难，那不要一直在担心太难太难，就是祷告，而且也不能够说哦，我要做工啊，我哪里能够一直祷告？我没有叫你一直祷告 ，OK？ 那就是说你还没有出门之前祷告，去上班 ，OK？ 回来车上也听圣歌，没有啊？随时都可以祷告啊。那现在世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，OK？ 在不一定你吃饱饭啦、啊，还是说吃饭之前 ，OK, 你记得这些人的苦难，为他们祷告，就算两分钟，就算五分钟 ，OK, 因为要看有些人他很有空啊，他很多时间，但是他们又不祷告，那就不对啦。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忙的哈 ，OK, 你就尽你的能力了，好不好，大家？好，第十节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子民，是你用大能大力救赎的仆人，所以我们是主耶稣用他的大能大力，用他的宝血来给我换回来的这个救赎哈。那第十一节是买回来的，是主耶稣把我们买回来的哈。那是一节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，垂听那些喜爱敬畏你的名的众仆人的祈求，所以求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大家要记得继续祷告，继续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希望主施恩 OK 帮助每一个人张开他们的眼睛，能够看到神，就是就我说看到神，也不是说真的像眼睛像我这样看到主耶稣，不是这个意思了啊。就是说，你说你看到神，你心灵里面 ，OK， 你的属灵里面，你知道你里面见到了主耶稣，你知道你里面见到了神，你知道你里面跟上帝是合而为一的哈。所以大家好好欣赏与主在一起。那接下来我就要讲这个哈努卡的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年的哈努卡哦，是12月7号，7号晚间6点开始就第一条蜡烛啊、第一根蜡烛，然后真正的一天就是8号，但是他们是叫做前夕嘛，前夕6点就开始点蜡烛了哈、然后第二天是第二根蜡烛，8号第二根蜡烛点点点，那
那时候的哈努卡他们庆祝是在12月，也就是我们华人是10月，没有，忘了是10月。 OK， 其实华人是10月到11月，对不起啊，10月到11月。那以色列人呢是9月到10月，所以我之前有看到十一下来十，然后是继续的，也就是华人的日历咯，是紫色的啊、是看到十一，然后下来十，也就是华人的10月到11月，就是回家的时间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一直。有看到9跟10在一起啊，9跟10，所以就是以色列的9月进入10月就完了，当然是月头了哈，是月头。好，我们就看这九根蜡烛中间就是代表主耶稣哈，西方四点怎样讲，左右各4根蜡烛哈，所以我们也一直看到4 啊，4跟4两个四。好，我们讲一下哈努卡，我讲啊，庆祝到庆祝到几号？庆祝到14号。然后呢，其实最后一天是15号，15号的6点就停止了，就停止了啊。所以你看我 type 下来的，大概我就send给大家，你们就比较了解一点啊。大概在 YouTube 里头，我就不能够。叫 Kelvin type， 因为很多他大概太辛苦啦，给他哦，所以我们就不要麻烦他要type这么多，要做这么多施工，那剂量轻松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这先给大家 WhatsApp 的呢，我就会先给你们，让你们看作这些字体啊，看见这些数字，然后听我跟大家解释就比较容易了啊。如果你觉得很烦，你不要看也可以，那你就注意听一下，可以看到神的美意啊，可以看到神的奥妙，有没有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哈，就是配合圣经里头的，就是跟以色列人有来往，跟犹太族有来往的。那你说莉莉啦，你不是很生气犹太族这样对别人？对呀、啊，犹太族有很多种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主耶稣那个时候还不是一直在害他的，还不是犹太人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好像我们华人当中有些很爱钱的，很爱钱，一直追着钱 ，OK， 为了钱他能够好像那个无人机一直卖给乌克兰啊，一直卖乌克兰去打俄罗斯，俄罗斯跟中国就是一起背靠背的，但是他们不管，为了赚钱，有没有？各个种族里面有好也有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继续。我已经讲过了 ，OK， 这个 Hanukkah 就是光明节啊，结束的一天就是12月15号，所以我们有看到说半个月够啦，然后有看到55、55、55啊。那我们知道说55就是中东方的星期五15号，那西方就是14、44、44，也就是有红色的，有银色的哈、啊，也就是12月14号是星期四啊。好，那你说莉莉亚一直在变，前一次不是上星期三星期四，后来又星期五星期六。当然大家要知道我看到第一项是多少忘了啊，那什么数字没有看过。所以你跟我讲我什么数字都有看过，但是是哪一个台阶呢？我们现在就最后了 ,OK, 所以到最后了，不要再想以前的事了。我们也不知道走了几个台阶，我不知道，不一定有30多，应该好像一个步子里面有几条蓝色的线，好像是33条 ,OK? 如果没错是33，是不是我们走了33个台阶，回家没回家，回家没回家，应该也有33啊。OK, 那接下来我再讲说在差不多4年前齁，就是阿宾回家的一年齁，也是他的回家的日子嘛。我那个时候有看到意象就是 journal page 上面写着14 September, 但是不是说我们真的是 September 回，不是。14呢就是我们西方14号回家。那这 September 是什么呢？
September 也就是四加五啊，九就等于四加五啊，就是星期四、星期五回家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哎，我等下要进入这个 journal page 啊，就是 September 的 September 的11、12、13号啊，第二天接下来就是14号，就是那个就是讲到回家的日子，等下我再进去啊。哎，然后呢，因为怎样，我看到一个意象是看到眼睛张大大，看到我的手机，哎，怎么会有这个三个箭头大大的这样下来，怎么我以前没有看过嘞？后来才发现是意象，大家好，那我们看一看啊，我这边写着今天就是昨天哈，我刚才抬的10月10号啊，十月十号星期二，星期二，那之前有看到星期二很大致的哈，就是说昨天十月十号很重要，这是解码到最后一个台阶的解码，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，也就是十月十号，昨天也是我受洗41年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在这样，昨天也就是十月十号晚间10:14到现在是差不多2.5小时之前，我在开始做功课哈，因为我还有其他爱的礼物，所以那时候正在做功课，然后突然间看到红色的字，红色的字就是 journal page 上面写着14，然后一画下来，后面还有看不到 ，OK。那是在12点的单位那一端，12点的单位那一端写了这14，然后一画，然后后面就没有给我看到，我知道有看到有东西，但是没有看到不给我看啊，只有看到14，那使我想起之前看到14 September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讲几年前，大概2-3年前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不是看到这个烛台吗？对不对？我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这边就不讲了。那四也是代表天国，这是我看到的一项。八就看到青色的字，家是实话啊，实话。家是实话，实话呢？我之前有看到10点的单位，外面写着12，金色的12啊。好，蓝色呢？蓝色，我看到这个烛台是蓝色的，蓝色就代表天堂、天国，也代表主耶稣，也代表平安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解码一下。好，我们上一个不是上一个台阶讲到12月8号、9号吗？对不对？12月8号、9号，然后我们走下去就我们这8号、9号、10号、11号、12号之前有看到在9点的单位哈，有这个怎样讲，白色的一个箭头，它的箭头就从9点的单位走到1点的单位，那也就是9点走到13点哦，那后来也看到13停，所以我远远记得这些一项哈，那就停13停的话，第二天就14了。OK， 所以看到的一项不是看到14，然后14也有4 14 4 14 14 14，对不对？哎，我那个解释了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，那我们这边10号，东方就是15号。你跟我说14+15是多少呢？14+15就是29，所以我们看到29倒转的29，也就是14+15给我们倒转。倒转是什么？就是在天国里头，你们是抗下来的哈，所以是倒转的，是29。好，那我们看我讲到哪里，这个也是有就讲过了啊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去我儿子那边，还没有去新天新地前几天，有没有路上给主耶稣的20块出现 ,OK, 然后有这个数字12、20有没有啊，那天我已经解释啦 ,OK, 12也可以说12月回家，那20呢 ,20 是救恩，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2 OK。
O 呢，数字是15，15再加2的话就是17。大家知道这个梦中有些2A、2B、2C、2D、2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就记得说这个2O 呢，也就是加它的数字2，也有看到意象说加起来。你说我什么意象没有看到？OK，都有看到，很感恩圣灵把最重要的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哈。好，所以20，2O 就是2加15就是17。那17呢？那也有看到12，把它分成1跟2。那17加1就是18，17加2就是19。那这个是上一个台阶，OK，上一个台阶，上一个台阶呢，然后要走阿巴父的实。哦，刚才讲到昨天10/10哈，也就是10月10号，也就是阿巴父的前面出现10/10。那我们现在知道10/10呢，也可以代表10月10号。那如果10加10的话，也就是20。那18再加20天，也就到12月的8号。那12月的8号呢，后面有加蓝色的一条线。啊，蓝色的桑桑就是完了，也就是要加6天啊，要加6天就到了以色列人的 Tevet 2号、3号，东方是3号 Tevet 回家，华人呢是11月3号，所以为什么后面有桑桑呢？然后我跟大家讲过啦，圣经节里面一节里头一个经节有几个意思，那我们解码也是一样啊，一个数字有几个意思来解释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莉莉啊，那不是如果走偏走错了怎么办？哇，我们就是自立，但是要记得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就会带领我们的。你觉得你有点好像不对啦，你就一直问圣灵，圣灵啊，主啊，你一定要教我，你没有教我，我怎样走下去呢？我真的很痛苦啊，主。这些时候我一直跟主说我很痛苦，为什么呢？真的很痛苦啊，眼睛又不能张开，又蒙蒙，又身体脚都不能够走，又痛苦，然后又解码意象一直出来，OK。主啊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我现在看到这个，我只当他是 OK，暂时不了解，不要紧。等下，希望你给我更清楚的啦，OK，好不好？就是一直跟圣灵在讲话，一直求他有没有？好，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容易给我看到这14，对不对？他一定哦，对对对对，一直用7/7有没有？一直用 Z Z 有没有？Z Z 就是7加 T 就是14。有没有大家？哎，你说，你能够想象得到吗？你没有圣灵给你一个肯定，还有其他的意向，你是不能够的。OK，不能够说这个是肯定是回家的日子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以前是读化学，你知道化学是什么吗？化学后面一直你要 proof。所以神给我读大学就是这个原因，你要证明，你要证明你说是这个，你要证明你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你要去证明。你们有学化学的人就知道，我们的实验室每天都是证明的。所以大家虽然眼睛看不到，你还是要证明啊。所以就是好像是准备我。做现在末日的施工，也可以说准备我走这属灵的道路上哈。好，接下来在哪里聊？好，我这个已经讲过了，9个蜡烛，中间是代表主耶稣，是用中间这个蜡烛来点其他蜡烛，其实是用中间的来点，但是这个照片呢，大概他们通常是用中间来点亮其他蜡烛哈，也是代表性。主耶稣是灯，是光，来点亮其他的蜡烛。我们呢？哦，蜡烛记得吗？2006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呢，我就看到宇宙，就好像阿巴拉罕看到宇宙这样。OK，看到宇宙，我就。很久没有讲这个见证了哈，
看到我就是躺下去要睡觉，但是突然就是天花板打开这样啊、哦，就也就看到宇宙，然后看到，然后听到主耶稣说，他说叫 Steven，OK、okay?。我忘记他是讲，应该是讲英语啊，所以叫 Steven 去点蜡烛，点蜡烛给他的家人，所以那个故事记得吗 ？OK， 下一次讲，要不然太长了。好，所以蜡烛是蜡烛很重要，也是关于这个节嘛，有没有？早就神就准备我做这末日的事工，你们跟我一起。大家，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我们一起来，你们给我很多鼓励，每天很努力，所以今天莉莉走到今天，当然要圣灵来鼓励我，也要需要人来鼓励我，因为走这条路真的很难 ，OK？ 啊，有了你们，有圣灵，当然轻松多了啊！一起走，好，接下来到哪里了？诶，好，我在讲说是星期四、星期五，14号、15号。OK， 已经讲日子到了啊，是23，23就是以色列人的十月第23 ，OK， 10月2号，还有10月3号，然后华人的是11月2号、11月3号啊，还有一个我不是那天跟大家讲了，有三个箭头这样下来，写着什么12:45，然后写着23:23 ，OK， 三个嘛哦。那12:45大家知道，我们现在知道12就是代表12月，然后45呢就是代表星期四星期五，然后23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十月啊，2号3号，那另外23呢也是华人的11月2号3号，也就变成了双胞胎，然后23呢也是我们回家今年2023年，所以有三个23啊，三个23，哎哎哎哎，有没有看到三个23加起来多少？69，不是我们看用黑色的黑色的 marker 写着69，69是什么？就是23加23加23，有没有？你说莉莉啊，那这么怎么能够睡？就是一个台阶走一个台阶嘛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顺服，神就会带领我们的哈、哦。所以23，23，23，今年23，一定是今年回家。很多时候我听到圣灵跟我讲，见证人跟我讲，还有医生当中都是说今年回家。那天好像两三天前，我是听到见证人说，他说只有几个月，只有几个月啦，几个月啊，几个月啦 ，OK。我在想说几个月，我认为是下个月回家还要几个月 ，OK。但是后来知道说几个月，几个月就是 a few months， a few months 的意思就是两个月也是几个月，三个月也是几个月。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只有两个月多一点点，英语就是几个月 ，a few months， OK， 所以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昨天也有收到礼物，爱的礼物就是讲到两个月回家 ，OK， 那接下来，应该到这边，阿门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去看 journal page 10号、11号、12号九月啊，九月10号、11、12。那这边哈，大家看第一那边，我就是刚才有跟大家讲说，看到三个箭头哈，两个是浅蓝色的。那第一个就看到12:45，然后23:23，这个23:23就是华人，以华人是11月2号、3号，初二、初三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是十月，也是 Tevet 是。2号、3号啊，也是2号、3号，所以叫做双胞胎。然后呢，我们阳历呢是十二月，然后是星期四、星期五，还有刚才也讲了，
有23 23，然后又有一个23，就是2023年，全部加起来就是69，也是我们看到好几次看到69 69 69啊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那接下来啊、有没有看到第一那边还有一个，就是我画圆圈的，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让大家注意的啊，也就看到上这个字，上就是上去啦，然后说 help all 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人准备上去啊，所以这是不是我们个人而已，神要我们准备家中的大大小小亲戚朋友们哈，一定要准备好回家。以前不相信，现在给大家一个见证好不好？现在接下来这些都是不是人能够编出来的哈，还有爱的礼物，这些都可以跟人家讲哈，都可以给他们看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啊，也有看到说有可以能够 ，OK， 他不是说可能，他是一排可以，另外一个一排是能够的，所以不要怎样讲说担忧有可能吗？啊，以前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啊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啦 ，OK， 还有看到22，那22就是代表啊。回家，代表新天新地22，当时另外一个意思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10月2号，华人的11月2号，所以两个加起来就是双胞胎，变成22。OK， 那接下来看第六那边，哦，这个也是很特别，是蓝色的字，就是一排字，当时我只抓到12，然后一条线下来，然后6G。OK， 那这边12，我们现在知道是12月啊 ，Kelvin 的生日12月12号。OK， 我们是12月回家，然后一画下来就是。是神圣的完了，进入新的开始。那后面呢是什么时候？它有写着6G，G 呢数字是7，6加7就是13。我们有看到13停，有看到7，接下来6变成13，就是说啊，12也是完了，所以就是13号完了。啊，12月13号完了，那接下来就是14号回家，15号东方回家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是大家看第八那边有没有看到这个字 off？ 那天我很紧张，看到这个字 off， 后我们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这几天里头就是讲到回家的日子啊。每一次我们都认为是回家的日子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因为我们就是认为每个台阶就是最后一个台阶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圣灵当然不跟我们讲了，如果跟我们讲就不用这样。但是圣灵要帮助我们，也不能够帮助我们，因为这是我们人要跟天堂合作的功课。OK， 也就是解码，也就是末日的事工啊。好，那你说利利亚，如果以利米出现就好啦，以利亚出现就啊。个人有个人的工作，以利亚我有看到，以利亚也有看到，耶利米这些我们都是分工合作的啊。那你说莉莉亚是你看到异象9万多个异象，不是我们，哎呀，大家我们都是一坨的好不好？我有的祝福你们也有祝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，因为你们的鼓励我才能够走到今天哦。你说你有上帝就好了，这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天上跟地下合一啊。好，接下来我看到12在东北的方向，我们知道东北是回家，当时这边写12，然后有时候想到12就是想到圆满的意思，12也就是圆满，也就是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你有12个数字，一年有12个月，哪一个月呢？啊，你这么多年每一年都不一样，哪一年了 ？OK， 一年有365天 ，OK 是哪一天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有看到有没有看到12点14分啊？现在很清楚啦，12月14号是西方回家的一天，然后也看到22，有没有一直看到22，一直看到29 ？OK， 那22也就是华人的2号，初二，以色列的2号，然后29呢？29就是倒转的29，也就是14号加15号，29号。好，那其实还有其他意思，因为怎样 ？OK， 12月啊，没有11月哈。
十一月，我们那天不是解码十八、十九吗？然后阿巴父的十天，也就是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加另外十天，就到了十二月八号、九号。当时八号、九号后面要加王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也听到声音说，今天就是说今天上去，什么今天上去呢？这几个就是讲到回家的日子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。然后圣灵又说 ，Faith is extra oil， 就是说多余的油就是你的信心。你的信心有没有增加？你的信心是强的信心还是软弱的信心？人家讲一你就讲一，人家说不相信你也不相信，人家说可以相信 OK 可以相信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的信心一定要稳定的，因为你仰望的是主耶稣，你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，不是建立在人啊。所以大家继续努力，准备好回家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 journal page 啊，七号、八号跟九号，十月七、八、九号。那你看他的这边旁边这个日期啊，我还是放十二月八号、九号，还没有到最后哈、啊，还没有到最后，这是最后算起最后的第二这个台阶。为什么我放下去呢？大家就可以看到，我们上一次解码哈、哦，解码的台阶是到。好像是到几号哈？十八是吗？十一月十八号、十九号哈、啊。那现在我们呢？又加二十天，又上去不是上去一层楼，上去一个台阶，就是十二月八号、九号。所以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八九八九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加六天，六天，六天，对，一直有看到六六 base 六六啊，也有六哈、啊。六两个六啊，那也就是加六天就进入了啊，十二月十四号、十五号。那今天的 journal page 呢，本来要多一点关于八九啊，但是我觉得说，既然我们知道了哈，因为在爱的礼物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解释，讲走到十二月八号、九号之前的是十一月十八号、十九号，那已经过去了。那虽然我这边日期还是写八号九号，但是里头呢，哎，都是关于十四十五号的哈，十四十五号。那我们就前面的走过就算了，我们也不回去，我们向前冲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感谢赞美主。那在这个右边这边，我已经在爱的礼物里头跟大家分享了，只是我要写下来啊。那以后就能够找得到，或者是说给大家多看一点啊。你今天你没有回去那个爱的礼物看，已经看过了，那这边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你就记得多一点了啊。然后之前看到的 video 大家我都写下了，也不是说重复了，好好多个了啊，写下来。那今天如果你是从 YouTube 里头听信息的话，你就赶紧进入这些 video， 这是从神而来的话啊。好，接下来请看这个左边就是 left hand side 啊，有很多都是我已经讲过，但是很重要，所以我在这边也又再次的放下来，放在这个 journal page， 不可以把它忘记啊。好，第一那边是在好像是12号，9月12号，对哈、哦，九月十二号，我不是看到我的手机，真的眼睛张大大的哈、哦，看到手机，哎，怎么我的手机有三个箭头下来，真的很大。然后随着12:45，因为很大嘛，很清楚，所以我就会记得，所以就虽然不见了。我还是会记得哈，就是12:45、23:23，那23:23也就是华人的资历，11月2号、3号，然后以色列的资历是 Tevet 是十月啊，以色列的11月2号、3号一样的哈、哦，华人跟以色列的日期一样的，但是月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12:45、45就是讲到星期四、星期五，12呢就是讲到十二月啊，十二月，所以大家清楚吧？那因为我的眼睛是张大大看到的哈、哦，是在我的手机上
OK， 那是很重要很重要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女婿车里面看到188，所以今天也放下去，我们来看188，还有好多数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不可以忘记来把它连接啊。这个拼图一定要成功。好，接下来大家记得，好像两三年前吧啊，或者是两年前，不是看到这个烛台吗？烛台我昨天讲了啊，是九个，诶，有没有画？我画错嘞，应该是九个嘞，对不起啊，应该是九个，我在这边画的不对啦，我画到七个嘞，七个，七也就是亡了啊。对不起啊，应该是九个嘛，这个 Hanukkah 是九个的哈，但是有些人也是用七个哈，那不要紧，我们就记得是九个了，因为没有不够位置吧，所以没有去算清楚。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不是那么清楚，然后一直爱睡，因为眼睛只靠一边，靠我的左边的眼睛，左边的眼睛一边能够看得到，但是现在因为很蒙啦哈，这些所以眼睛很累，大家都清楚对不对？所以做功课都非常非常的累，写字一坐下来要做功课，真的眼睛看字什么都很累。而且一直要睡觉啊，所以不容易，请大家原谅一下哈。那丽丽也不是要找借口啊，其实还是要努力要完成这个神给我们的事工。但是跟大家讲，就是给大家知道时间不多了，不多了。如果今天有谁的眼睛像我这样，大概就是各处去找医生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用找医生，因为我的医生就是主耶稣，就是上帝圣灵啊。所以呢，这是我发现说，每一次解码哈，走上一台阶的时候，我眼睛就很糟糕，又在更加的糟糕，再上一层又在糟糕。OK， 就是会感觉到会看得到，而且真的很辛苦，身体应付有时候是觉得应付不来哈。那我那天是问神圣啊，为什么要走过这些啊？为什么我的眼睛这样这样？然后他只给我一个字，就是说 holiness 是讲神圣哈，就大概是讲到你走在这个神圣的道路上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你要在黑暗神圣的要在黑暗里头走，是很辛苦的，是非常非常辛苦啊！不是说莉莉有多神圣好不好？因为莉莉要跟天上合作 ，OK， 是应该在这个神圣的道路上走的啊，所以我也不能够出去外面，神已经跟我讲了，不要乱跑，乱跑就有事情发生 ，OK。不要乱跑 ，OK。好，接下来在哪里了哈？那对不起啊，那 menorah 应该是九个蜡烛，我放到七根而已。好，接下来是明天就画九根哈。好，那就看到这个意象，就是使我想起我之前有看到14。September 啊，14 September 2019年的时候，阿兵回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那当然大家知道不是九月回家啊，这次是要借用14号。那九呢，就是代表星期四、星期五啊，就是一个九啊。所以其实我刚才哦，我在回想之前有看到的一项是22 Tuesday 7 OK。然后又有2 Wednesday 3，然后我在想说，怎么可能我们这次回家是星期四，为什么22可以接受22 OK， 但是不是星期二呢？然后我听到什么，听到见证人的声音，他说什么 It's a trick 什么，就是一个 trick 是什么，就是不要给你找到答案，就好像那只猫一直跑掉 OK， 就是不要给你找到答案，但是在里头也有给你一个线索，但是这个线索不是整整的就是22 星期 2 7，不是 OK。 所以大家，我就听到圣灵很见证人的声音很清楚的跟我讲，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数字一起什么，不是说真的是180天就是这样啊，你要用神给你聪明智慧，而且你要一步一步的走，不能够走在神的前面，如果你走得太快你就失掉了 OK， 就迷失了。所以大家有时候我们很想走快一点，
但是有时候走快点，你也觉得你没有地方好走 ，OK， 你还是好好乖乖的听神的话吧。OK， 十四，好，十四，你知道十二月，也知道十四，那回去想一想，十四不是有看到红色的四十四吗？然后银色的十四四吗？也就是双胞胎，对不对？那这个，十四四。十四是什么？十二月十四号，但是后面的四不只是星期四，而且也是代表华人的二号，初二跟以色列的二号加起来就是四号，有没有？那十五呢？十五，那这个就可以说是星期五了。但是五呢也是二加三，我现在在脑海里面出现二加三齁，就是二加三，以色列的日历是二号三号，或者也是二号三号进入安息， OK。 好，接下来是看到12/20我已经解释好多次了，我不讲了哈。然后倒转的29，蓝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回家12月14号、15号，对不对？那14+15是多少？大家都很棒，华人的数学很棒。OK， 那14+15就是29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就看到这个时钟。我也讲过啦，好像是去年也有神一直只做12点、6点，也就是讲12月的一个是星期第六天，一个星期的第六天就是星期五了啊。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回家的时间呢？大家想一想啊，等候就是了啊。好，接下来是看到蓝色的一条线，写着桑桑，那桑桑就是完了啊，华人叫做完了，然后也就是华人的日历初三，以色列的日历第三天 ，OK， Tevet 三号，那加起来就是六，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第六天，也就是星期五，是东方回家的一天。好，也有看到22，也有看到23。那22大家都知道，22也就是刚才讲的2号，然后23呢，就是华人的初二、初三，以色列的2号、3号。好，接下来也可以代表23，也是2023年。哦，我这边写着桑桑，我刚才讲了，桑桑其实前天还是昨前天还是有看到桑桑哈。好，接下来14 September 已经讲过啦。那看到55两个字，胆大的五，真的特别的大啊。那这个五呢，也是讲到西方讲说一个星期的第五天，也就是星期四啊，给东方讲说星期五啊。那还有五呢，也是代表华人的初二、初三加起来五，然后以色列人的也是第二天、第三天加起来也是五哈。好，五就是代表恩典。那这边再下来有看到22、23、22、23、22、23，这个大家我已经讲过了。那也有看到红色很大的字啊，红色就是代表上啊，因为有看到意象说红上，你看到红色的就要注意啦，是上去的日子啊，所以那14是红色的啊。然后橙色 orange color 是155啊，就是背提橙色啊。好，那23也就是华人的初二、初三，以色列的2号、3号。那接下来是听哦，是这样，我那天好像跟大家讲，我一直嗅到那个叫做红豆在煮红豆那种香味哦，特别的香。好几分钟，当然这个是因为在新天新地那一端他们在煮红豆汤， OK， 那有时候会嗅到他们那边来的香味，真的我最近也好几次嗅到一种香水 perfume 的香味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讲过了，红上就是红色的，就是注意是上去了。好，这个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在10月7号哪一天
OK， 就是嗅到红豆那那一样的一天，但是嗅到红豆是1:33，这个是比较早一个小时，也是33。那还有一个也是33呢，因为眼睛不很好，然后头脑又很爱睡哦，所以变成应该放在一起，就没有把它放在一起，请大家原谅一下。还有一个33在哪里了？一个是红豆汤，一个是那个抽屉啊，自己打开的哈、哦。还有一个在33在哪里啦？诶，好，我去在厨房，然后红豆汤哦，哎呀，我忘记写下来。一个就是2:33，也就是初二完了啊，2:33 ，OK， 或者是说西方我们这边初二，东方是完了就是初三哈。那时候我听到声音说变黑了，变黑了，变黑了，是不是世界变黑了？很恐怖嘞，世界变黑了。OK， 变黑了。当然，我们之前也一直怎样看到异象啊、也有听到声音。最后的四个黑天，那最后的四个黑天，我们讲本来讲是8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四个黑天就是9号、10号、11号、12号，然后13就停啦，那14才出去呀、对不对？感谢赞美主。那东方呢是9号，要第二天开始算起，那就10号、11、12、13啊、13，然后呢跟着我们一样，就是第五天。又再等一下，然后第六天才出去啊，所以6就是完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怎样啊？12:33要去厨房找一点东西吃喝啊。那我看去厨房，怎么抽屉是开一点呢？不是很多，大概有3寸有啦哦，开3寸这样，开最少2寸啊。2寸，那大的应该有3寸吧，哈、哦，是抽屉，两个抽屉自己打开啊，一个比较小的哦，也打开一个比较大的，那是不是代表时间呢？我看起来这个小的抽屉跟大的抽屉比起来，大的抽屉比小的大了，宽度大，宽了，宽度是多了3倍，是3倍的。好，是不是？讲到50啊，那个大的就代表50主比例 ，OK， 50天也不是主比例啊，就讲50天哦，啊，然后后面的17 ，OK， 17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后码的数字，17×3不是51吗？对不对？那是不是17天？那全部加起来就是67，就是那一天看到。这个抽屉打开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回家真的是14号，我们要相信哦，14、15号，那真的只剩下67天，那一天就只剩下67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只剩下今天是几号啊？今天是12号，14号2天。就应该是62天或者是63天，然后只剩下63天，对对对，63天，而且昨天异象也有看到63哈。好，接下来啊、这个是早一点呢，是一个盘子，那这个剪刀特别的大，比我画的更大 ，OK 啊，更大，然后它旁边写着100，那什么100呢 ？OK， 但是这个之后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很多原因，所以我就连接下来的，我是写在第哪里了？第九那边。我看到这个意象，我在想说，神啊，哎呦，还有100天吗？哎，我真的忍不了了，主啊，一直在讲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意象说 ，You can。你能够的，你能够什么？后面就没有抓到，你能够的，好，能够，但是好，不要讲但是了啊，就是神说你能够的，莉莉 ，OK， 然后你就听到声音说，刚才是看到意象是你能够，对不对 ？You can， 然后听到声音说，
progressive。Progressive 的意思就是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完成它，所以呢我们就有几个台阶，对对，最近啊几个台阶就是一个一个要完成它嘛，对不对？要记得上面的台阶是比较窄的哈，像楼梯这样到上面是比较窄的，所以呢日子是只有20天或者是10几天，但是之前都是几个月几个月的哈，啊比较大的台阶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啊，走到哪里哦？写到100，那我们是不是用主耶稣的生日来算呢？但是算一算，好像主耶稣的生日过后10天啊，大家都知道10天在神的眼里很神圣的，很重要的。阿巴父前面就是十十啊，好，主耶稣的生日8月8号，10天呢之后就是8月18号。那我就在我女婿车里面看到88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搬进来这个屋子也是88。真的，我们搬进这间屋子就是88，也是我孙子的生日87。我孙子生日是87，那88是第二天他生日之后的第二天是88啊。88，所以88啊，因为之前也有看到8跟9加起来就17，有没有很多次看到17？好，我们第二天开始算起就是18号开始算起，算到回家，算到没有，不是算到回家，算到11月26号，我们也一直看到蓝色的26，然后有一次有看到上面又有一个2哈，说蓝色的26。是11月26，就是100天，你看100天。那你说莉莉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对不起啊，很多东西是天堂他们都有时间表的哈。那我们神有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才知道他的时间表是什么。他没有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叫最出名的牧师来看，他知道吗？他除非神启示给他，对不对？啊。好，接下来在哪里了啊，还有一个到26 11月26，那4天之后就是最后的一天，也就是11月有4天啊，26之后有4天，然后再加12月的14号，我们用西方来讲哈，14号，那14变成有414了，414不是18吗？又回去18了，所以之前有看到怎样讲，银色的8加18 ，OK， 8加18等于11。那你说莉莉啊，你的数学有错吗？哇，这是我看到啦，是神的数学啊。当然这个数学是代表性的哈，所以大家好好欣赏它，不一定哎。那之前有看到17 11 11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是讲说胜利啦，就是说主耶稣生日之后88，走100天，好像这个不弄有100天，就到26啦。26是 navy blue， 是要天堂最后的要进天堂了啊。加上这板剪刀要出去啊，有一步一步的啊。然后后面是又在18，有没有啊？好像我有一次看到18 18 8。有一次好像看到18 18 8哈，那就对了，所以就是100了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是不是我们要解码了就得到100分？很有可能也有两个意思啊，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全部都做完，就拿到100分啊，才有背题啊。当然靠人是不可能的，一定要靠神的旨意而行，一定要跟随着主耶稣，跟随着圣灵，才能够达到这个100。好，接下来是听到声音说啊，我一直在问神圣啊，我真的很痛苦啊，你一直给我新的数字，一直这么好像这么难的哈。那神说，我听到声音很清楚的跟我讲，做功课 ，OK， 做功课。哎呦，你可以说神啊，我的眼睛啊真的张不开哦，这个做功课
OK， 乖乖就行啦。OK， 那接下来，所以呢，以前大概是三个小时会做完，现在六个小时哈、哦，就好像家务也是，本来是一个小时会做完，现在两个小时都做不完。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不是跟圣灵在讲话了哦，对不对？一直讲圣灵啊，神啊，帮助我。然后他就拿一个什么，就过来拿一个大石头，白色的大石头就在我的前面。意思讲，莉莉啊，你要把这个挪开啊，你要把这个挪开啊。不是主耶稣他的坟墓的前面有个大石头吗？就差不多这样哦，你要把它挪开啊，哎，挪开。它里面都有意思啊，那你自己想一想什么意思了啊、哦？所以要这个白色的这个石头要把它挪开。好，继续努力。那接下来是看到一块，我们这边叫做 top bowl， 那个饼是已经旁边有怎样讲有折开的哈、哦。那是讲我们剩下这最后啦，那我就看到12个洞。啊，三乘四，三四，三四，三个洞，三哦，我们有时候看到三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三乘四就是十二，就是12个洞，就是12月回家，最后啦。那好，接下来我是看到 hanger 是挂衣服的那个哈、哦，哎，但是它是从4点到10点的单位啊。之前有看到意象4点到10点，对不对？四点呢也是20分，四呢也是天国20，就是救恩。然后十呢，十也就是5+5，刚才讲了5+5等于十，对不对？十也就是王啦。然后之前有看到十点的单位外面写作12，一个金色的圆圈，里面写的颜色也是12啊，也就是12月完了。OK， 12月完了，救恩进天国。OK， 那如果我把它放这样站起来的话，它两个勾是在12点的单位啊，两个勾在12点的单位，然后在下面就是10点跟4点啊，10点4点，没有10点跟2点啊。10点跟2点 ，OK， 那2×10就是20，然后2点就是初二，还有以色列的2号哈、啊，然后14呢，14也是2点的单位，所以三个都是在2点的单位，好不好？三个都在2点的单位 ，OK， 星辰怎样讲一排了，所以真的很奥妙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。啊，是看听到声音，圣灵说，他说 ，will be coming home， 会回来的，会回家，到时候就回家啦。那时候是2点53分，那五呢就是 N 点，两点，然后后面有一个三，就是华人跟以色列人是第二天、第三天。好，接下来，然后全部加起来就是十 ，OK， 十就是完了，也可以说是12月啊，就是12月。然后五呢也可以代表星期五，也可以代表一个星期的第五天，也就是星期四了。好，接下来是这样，我跟大家讲过了，我就看到就是这个也是打动我啊，就注意12啊，要注意12 ,OK, 就是突然间神来一粒柠檬在他的手里哈，他就拿一个刀，很大的菜刀，肉刀，切刀肉的刀，把它划一下，看着他划6点的单位到12点的单位啊、哦，我知道说那时候已经在怀疑12月了哈，但是要有确定的 answer 嘛，对不对？那神就给我看到说要到12月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。那等候的，因为柠檬是黄色嘛，或者是橙色哈，很熟的时候橙色，那就是代表等候，到最后是被提。那黄色就代表等候，橙色就是代表被提了。所以等候 ，OK， 走到上面就是回家了。那我们上一次不是讲到，认为4个月就是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回家，那还要后面再加。就是6点到12点，所以大家继续努力，一定要准备好回家，阿们。好。